所看到这个啦，这个也是我们非常传统的一格车哈，真的给够枪。那现在呢，一格车也有真人的哦，淡水新建工，我风之影，龙之影。来，我们现场我们的服务车，我们的服务车要经过哦，大家我们的救护车来，大家来让出一个距离好不好？来，我们两侧的朋友们。现在呢，是我们台湾风之地，我们行驶团。这是我们的一格车。那其实一格车呢，在中南部我们非常非常盛行，尤其是在学校的小朋友上去当那个上面的那个表演者哦。来，现在也要恭请我们的神像团。那麻烦两侧的好朋友往外退一下哦，谢谢谢谢你们，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协助一下，谢谢。很多的神将团哦，那跟这边大家介绍一下哦。刚刚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刺绣的哦，就是有绣线、金线啊，整个。但是呢，神将团他们身上的服装有不同的表现哦。除了呢有刺绣文化之外呢，还有这种是缎布的哦，它也有刺工的部分。所以呢，大家呢在我们神将团的身上。可以看到我们的工艺的艺术，所谓工艺的艺术就是在他们的脸上，他们的头部哦，这是整个的工艺的一个木头一个雕刻的部分。那在身上穿的呢，除了有刺绣缎布部分，这也都是我们的固有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刺绣文化哦。然后呢，在我们神像团前面所佩戴的那个面包哦，那个不是甜甜圈哦，很多人觉得中间有一个洞，那个是甜甜圈。这个呢，那叫做咸丰饼，也就俗称的平安饼哦。那
很多时候呢，我们长辈，不要说长辈，现在有很多众信徒哦，啊，我陪着这个平安饼啊，都会拿回去让家里吃平安哦。来，谢谢谢谢我们的范谢将军神将团，谢谢。所以大家哦，其实，在每一个正统上面都可以了解到不同哦，在我们恭迎圣驾哦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淡水大拜拜，也就是咱淡水千岁周祖爷哦，咱老宴哎，我们今天是夜访哦。